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中平五四三的直播平台。我们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谈天说地》第71单元《春秋五霸之秦穆公》的故事。那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第一段，秦汉时代的武帝崇拜。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第二段，秦这个国名的由来。秦这个国名由来，我们先来看这张图。那第一张图呢是秦非子牧马图了，所以秦这个国家跟马很有关系的，所以呢在战国时代呢，秦马是非常强悍的，所以它武力非常强盛，所以呢第一张图呢这就所谓的这个嬴非子牧马图就是它其实是养马的，那也可以说是它是可能是弼马温的原型了哈。就他非常会养马，这嬴氏这个家族非常会养马。那秦非子养马得秦地啊，得秦地。那这个秦这个字呢，我们刚给各位讲，它有好几种来源呐。那第一种来源呢，就是指伯邑的封国，封为秦，伯邑也是他的后代。但是有人认为说这样好像也不是太准确，为什么？因为还是没办法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地叫秦呢？所以后来他们就去找到文献了。发现原来秦呢是一种植物啊，这种植物我们来看，这个植物呢，它长成这个样子啊，长成这样子。那这个样子它有一个俗称啊，这个俗称叫猫尾草，因为长得像猫，猫的尾巴长得像猫的尾巴，所以叫猫尾草。所以秦这个字呢，如果从《说文解字》的说的，从汉字的创造方法来看，它其实重合，所以呢，它基本上来讲。是一种草本植物了，草本植物。那这个草本植物呢，做什么用呢？这个草本植物呢，它是马非常喜欢吃的植物。也就是说，在这个秦地这个地方啊，因为韩非子啊，他发现了这个马最能够把马养得又肥又高大的这种植物啊，就所谓的秦草，叫秦草。那这个秦草呢，就是说，就是所以呢，秦这个字呢，原来是指一种特别的植物了。那这种植物叫秦草啊，秦草。那秦草呢，它的生长高度呢，可以到50到150厘米之间，也就是它可能是50公分到150公分之间的那种高啊。然后它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那它叶呢？叶片它有可以宽度哦，可以宽到达45米啊，45厘米，所以相当宽的，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稻草、寡草那种草的样子哈。那的这个呢，它主要是分布在中国的甘肃、福建啊，还有江西、云南啊。听说台湾也有人在种这种草。那因为台湾的人呢，养马的很少，养马的很少。那台湾人呢，喜欢用狗尾草啊，所以我们知道过去汉人呢。对这个草呢，就看到尾巴长得像什么，长得像猫，它就叫猫尾草；长得像狗，叫狗尾草；长得像兔，叫兔尾草；那长得像老鼠，叫鼠尾草。那所以呢，过我们可以看到有狗尾草、兔尾草、猫尾草，还有狐，长得像老虎的尾巴叫狐尾草；那长得像老鼠的尾巴叫鼠尾草。那我们台湾人最常用的是狗尾草，高就是用长得像它的。它这个草呢，长得像狗的尾巴。那在这些草当中呢，这个猫尾草比较特别，因为猫尾草是马非常喜欢吃的这种植物，马非常喜欢吃的植物，所以呢，它基本上来讲，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长在春天或秋天，春秋呢，春天跟秋天，所以呢，牧马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喂它这种食物，喂它这种草。那在长江以南呢，也有很多地方呢可以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长江以南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秋播啊，秋播，秋天长得比较好。那长江以北呢？这种秦草呢？它是在春天的时候呢，这个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好。所以秦这个国名呢，那猫尾草呢，它可以制成干草，也就是这种草，它在冬天的时候，可以把它剪下来制成干草，制成干草，然后呢？供马匹过冬之用，供马匹过冬之用。那马匹在过冬的时候，它就用养这个干的猫尾草，也就是养的秦草。那马呢，它是一种这个草食动物嘛，草食动物。所以猫尾草呢，据说猫尾草呢，它的这个肉质啊，吃起来非常的细腻。那它的这个咬进嘴巴里面据说是它的嚼感非常好，所以呢，而且蛋白质呢含量非常高所以呢，马匹就非常喜欢吃
啊，所以在到现在呢，也有人在甘肃一带了哈，在陕西甘肃一带，也有人专门在种这个猫尾草，就在种植这个芹草。那据说呢，一些运动用的马啊，例如说赛马用的是运动马，或者是说怀孕的马，那要给马妈妈们哦来补充养分，也就是用这个所谓的芹草。那或者是说这个要作为种，要作为这个公马，公马作为要做种的这种公马，他也会给他喂他这种芹草。所以芹草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比较贵重的草，比较贵重的草。那甚至一些马生病的时候呢，休养的时候呢，也会喂它这种草。所以这个草基本上是属于在马的贵族才吃得到，啊，马的贵族吃得到。那我去查阅资料呢，发现呢，甘肃省的岷县啊，岷县这个地方呢，它就是盛产这种猫尾草啊，猫尾草。那这种猫尾草呢，它的集中在这个岷山一带啊，岷山一带，而且甚至呢，经过中共国务院的审定呢，啊，说这个是什么？是国家级的地方牧草，国家级的地方牧草。所以呢，这个秦这个叫岷山猫尾草。岷山猫尾草，所以芹草呢，它其实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长期供应马场的需求，马场的需求。那猫尾草呢，就是有人去研究的，发现了猫尾草是马跟骡子非常喜欢吃的。那在周孝王的时代呢，最先发现这种名字叫芹草的这种草，非常适合养马的，可能就是颜飞子，可能是颜飞子。所以呢，颜飞子呢，在帮周天子养马的时候呢，把马养得又肥又壮，又肥又壮，别人的马都没办法养得又肥又壮啊，唯独秦人呢、养的马又肥又壮啊，因为他是用这种芹草去养啊，秦人所住的地方呢啊，就颜飞子所住的聚落就被认为是秦邑，所以这也是秦这个字的由来。这种说我比较相信一点啊，我比较相信一点，就是说，他并不是刚开始周文王的封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秦朝的秦国的祖先呢，刚开始是忠于商朝嘛，所以呢，他在周文王时代呢，基本上他是被打击的一种部落了，虽然是华夏民族，那他原来在山东，后来辗转呢又跑到了被赶来赶去，就赶到了黄河中游的一带，甘肃陕西这里头。那后来他能够被崭露头角，是因为他养马养得非常好，所以大家让大家刮目相看，所以呢，因为他饲养马的时候叫秦草，所以他们就自认为是秦。那一直到他封国之后呢，他就用秦来当作这个国姓，用国姓，所以呢，有人说这是因为颜飞子呢，为了让后人不忘本，就记得你的祖先是养马的，用什么养马呢？就用芹草这种植物来养马，所以呢，这个芹呢是这个，芹这个字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所以呢，第二段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芹这个国名的由来，它其实是一种俗称猫尾草的芹草，那这种猫尾草呢，就是因为它的长得像猫的尾巴一样，然后呢，在长江下游呢，它是在秋种。在长江上游呢，它是用春种的春播的方式去种，然后呢，它把它晒成干之后呢，非常适合马匹来吃，所以呢，在马匹呢在夏天的时候，它可以吃新鲜的芹草，在冬天的时候，它可以吃这个烘干的芹草，所以它就一年四季里头都可以吃这种芹草，所以在秦人的耐心培养之下，秦马就变成华夏民族最重要的马匹的来源。我们第二段里头就跟大家分享秦这个字的来源。我们休息一下，要来分享第三段，秦穆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君。我们休息一下，谢谢大家的收看。